傍晚6点下班，换掉要长的衣裳。妻子在澳洲，我去喝几瓶啤酒。如此生活30年，直到大厦崩塌，蕴藏深处的黑暗啊，淹没心底的景观。八角柜台，疯狂的人民商场，用一张假钞买一把假枪，包围他的生活，直到大厦崩塌，夜幕覆盖华北平原，忧伤浸透他的脸。大腹中，乒乓少年背向我，沉默的注视，无法离开的教室，生活在经验里，直到大厦。